桂林县是汕头上大的产地，因为政府开放进口的关系，所以盘商惊讲会了钱，无愿意来收购，造成汕头的价格是直直落，和农民是拢叫苦连天。今仔日立委张丽珍甲关议员黄文雄等人就前往水南关心汕头的采收情形。农民就表示，目前大麦每袋斤仅有15元的计数，那是无人收购，而且这收起来汕头嘛无所在通去。立委张丽珍将会争取农委会提出3亿的补偿计数收购，来减少农民的损失。云林县的蒜头进入采收期，立委张丽珍、关议员黄文雄前往水南乡来关心蒜头的产销。蒜农表示，蒜头的价钱真无好，而且卖出去。啊，就提转来烘就对了。啊，烘啊无法度啊，买也无人要买啊，对哦。啊，俗啊，拜托人买，人佫无来啊。真害有影。啊，大家当个上生意人拢讲啊，拢进口啊，少还做着，对。到目前为止啊，咱的农民有够辛苦的，无论是咱的这蔬菜水果，或者是高丽菜，或者是木瓜柑，或者是咱的蒜头、土豆，拢总是因为政府不当的进口、超量的进口所面临的冲击。所以呢，你国内整个产销都无法度平衡，是安怎你会阁大量引进进口？蒜农表示，大约4分地蒜头采收人工，一工都要3万外。目前一袋斤的蒜头大约15元的价格，真正是无够本钱。啊！你伫咧进口，咱这个中盘商蒜农会惊啊！中盘商无愿出来甲蒜农收工啊！所以讲，伊嘛唔买，你唔买，我嘛唔买。所以讲咧，第四讲哦，咱的蒜啊，啊无中盘商出来买，自然价格就一工一工一直压落来嘛。所以讲哦，希望咱政府哦爱。对这个吼进口这个部分吼，爱严格的控制。立委张丽珍表示，蒜头的价格直直落，主要就是政府开放外国蒜头进口所造成的冲击。伊将争取农委会来补价收降。引进这么侪进口来打压咱的农民，啊，让咱的这蒜价崩盘，所以伊干那进口跩呢，加超收9亿的关税，9亿的关税。所以我今仔日希望讲吼，咱的政府呢。绝对吼爱保护咱农民啦，袂使讲吼关税你咧收呢，吼钱你收去啊，结果呢咱的农民咧失血啦，所以应该是爱提出啦，上少3亿来保证收降。目前农委会有启动核算的机制，蒜农认为对成本的损失并无实际帮助。立委张丽珍表示，将努力来争取农委会保障蒜价收降，减少蒜农的损失。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